一般的人吃面线糊拢是伫莲瓦内底用汤匙啊一声一声学来吃。伫洛港面线糊也阁有另外一种吃法，唔免用碗就会当直接摕起来吃。到底是要安怎吃嘞？咱做伙来看卖。唔免用碗，用碟啊，就直接倒入去嘴内底吃。这都是洛港人吃面线糊的独特吃法。你在地啦？他不是，我是。伊讲伊有吃过啦，啊，我无吃过。主办的人讲，伊自细汉就是安尼吃面线糊的。办这个活动，就是要让大家试看卖啊，这洛港人是安怎来吃面线糊的？好玩吗？好玩。阮自囡仔吼，读册时阵，读国中、读国校，就是安尼吃，因为迄阵仔的环境吼，你无可能早晚嘛吼。你伫咧学校内底放学的时阵吼，就是放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，然后买着一包，然后这样沿路吃回家。真侪游客拢感觉真新奇，大家嘛拢来试看卖啊，这洛港式的独特吃法。会不会烫？会不会烫？很烫。方便啦，是还蛮方便的，又不用洗碗、洗汤匙。这洛港式的吃法，有的讲真少，干那用细嘴细嘴的吃；有的讲真方便，唔免碗就用直接吃。这洛港式的吃法到底有啥物感觉？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买一包面线糊，家己试看卖。新彰化新闻蔡中清洛港采访报道。